亲爱的基督恩典中心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，全宇宙的创造者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我们将面对需要停止的努力，但作为一个超越大风暴的得胜者，我们将有弹性的向前迈进。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实体聚会，但我们心是一体的，与其他国家一起的祈祷。我们将与其他教会一起加入 NECF， 在2021年8月7日到9月15日的年度40天禁食祈祷中，为我们的国家和教会祈祷。在这40天里面，我们将抽出一天中的某个时间，这里可以这样做：第一，你能够禁食祷告；第二，你可以深思每日灵修的资料，可在网站下载；第三，根据每天的祷告指示，然后一起的来祷告。让我们基督恩典中心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将齐心协力，共同推动复兴和转变。这个时候呢，让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，但愿上帝预备我们的心，进入到这复兴和转变转化的时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相信上帝啊，你已经将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，我们永远不停止。虽然面对许多大的挑战、风暴、地震，但我们不需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你与我们同在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特别为着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愿意委身参与40天的这禁食祷告的恭敬交托，我求主保守看顾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委身，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使到呢整个国家、整个教会带来更大的复兴与突破，还有转化。奉主耶稣基督名赐福于众弟兄姊妹。当我们委身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能力，我们需要上帝你加添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坚持哦，我让我们能够持续下去，使到这件事情能够成就上帝你美好的计划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